Radun 执行官，尽管我们看似已失去了一切，但我们必须继续战斗。我们必须找到塔萨达尔，在仲裁官将他按叛国罪处决之前把他救出来。要是没有了他，恐怕就没办法击败异虫和主宰了。Seratur和他的黑暗圣堂武士都消失了，只留下我们还在奋战。 不知道塔萨达尔信任他们是不是个愚蠢的错误？我们刚刚收到了 Reno 上尉指挥舰上的来电。我是 Reno， 我很愿意替公帮助。塔萨达尔在查尔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，我是来还债的。再说我远离家乡又被外星人包围，我必须得做点什么。那就来吧，勇敢的人类，你会帮上忙的。 执行官，等待之事确认，启动中。有何战斗需要？你的命令是？我是 你的命令是立即行动。阿克纳甘拉。
们。有何要求？为了艾尔，立即行动。
升级完成。Yeah.
我们遭到攻击，哪里有需要？
Empty house。晶体矿不足。升级完成。为爱而战。研发完成。晶体矿不足。晶体矿不足。升级完成，正在接收，请动手。那个组，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Oh yeah！我渴望战斗。哪里有需要？让我发挥作用。升级完成。
手，哪里有需要？有何战斗需要？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Thank you.
交战。
Chaos. Come. 收到。你的战士正在与你交战。必须明白，最高议会的意志不可违背。愿阿多恩赐予你平静吧。住手，仲裁官！只要黑暗圣堂武士还在，我们就不会让塔萨达尔的追随者倒下。让你的卫兵都退下，这样你也许还能见到明天的月亮。我可不会受一个背弃卡拉之光的恶徒的威胁。你和你的追随者将与这些叛徒一起被处死。你真的被所谓的教条蒙蔽了双眼吗？你看不到你眼前的死亡吗？你的最高议会认为他们会打赢这场战争，可是他们只是确保了主宰的胜利而已。你又怎么可能理解我们的伟大计划，亵渎者？你跟我谈见识，仲裁官，你跟我谈经验。我曾在最遥远的星星间穿行，我曾目睹过黑太阳的诞生，也见识过全宇宙的伤。而据我的经验，而达瑞斯，你们在艾尔建立的一切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梦，一个你真实的最高议会所编织的美梦。而一旦醒来，你们会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更恐怖的噩梦之中。我们走着瞧吧。